所性命，继续来见证我一生的恩惠。赞美因为我无看当伊一直讲，有所在有漏掉，我即马都简单的补充说明。我休息无偌久，我的大姐讲要等伊脱裤过用，看我父母，就我家己做伙等伊。啊，入门我的爸爸看了我，就一惊。你怎么那个傻？我就能敢讲啊！我全替我讲哦，讲伊信耶稣啦哦，有圣灵定了无食饭呢？嘛把自己三顿无食无啉几多呢？我老爸听着怎忽然间点伊？哇！风台未来，空气真正啊！我想讲拍成这个气候来啊！哦，哇！啊，听真久才开始听到。也别甲拄啊失败啊！你去信耶稣，啊！你好大胆，你要信耶稣无？花参杂参详，咱中国啥物人信耶稣？啊！你无敢看我是你的老爸，安尼好？因来去我看到你，看到你是我的囝。后面迄日开始，我叫爸爸的面话咧变袂臭。我想讲，我信耶稣，你做啥歹代志啊？吼！啊我。较听话、较乖的吼，你就感觉信耶稣袂歹吼，慢慢你嘛了解吼。有时阵你啊即个拜拜，啊咱信耶稣袂只只拜过物件，啊我都不爱食。我话阮老爸，伊就按头头了解，我信耶稣袂歹吼，啊甲阮妈妈讲，伊煮一个无白好食，啊无伊唔食咧，唔食嘛袂使吼，啊我算煞袂惊吼。我下面有四个小弟，一个小妹，拢真细汉就死去啊！我变上细汉了。啊，台湾人的习惯哦，爸母听尾囝，公妈听大孙，吼、哦。所以我生做伊特别较细汉的吼。啊，我唔食也唔敢啊，叫阮妈妈做牛排我食。啊，我的大姐，甲我迄摆等于托过啊。伊无见面，就爱搁倒等伊好买嘛，倒等好买吼。啊问讲，你搁来好买无？哦好啊，我想讲好啊，我都带了大方面生的吼。搁甲叫爸爸搁话你边仔无插我，啊我就安尼啊来暂时来好买吼。啊以后改变行为哦，啊伊就会能了解，先来讲袂歹吼。啊这么过来讲我这婚姻的问题吼。我甲我的查某人相约差不多有三年嘞，我感觉讲啊，这个女孩不错吼，啊，想要甲结婚吼，啊，伊嘛有想准备搞结婚啦，安尼咱就爱叫媒人来讲啊，吼，啊，叫媒人去讲，这个媒人是我的查某人的客人的妈妈，啊，客人的爸爸就伫学校，同我的学校咧做教导主任嘛。啊，我诶，伫爱更大只有三年诶时间啦吼，啊，伊拢咧看咧，伊可能嘛感觉讲我袂歹款吼。诶，我一般学生成绩普遍拢真好吼，有诶去考中学吼，有诶也有诶去读大学，有诶去国美国地方嘛有啊。哎呀，啊，伊要来介绍即份意见，即阵讲有人已经早一步去介绍了别人吼。啊！迄阵当时有一个医生也未结婚，啊，叫媒人来讲啊，吼，伊比我较大声，轻轻甲讲啊，吼。啊，阮丈人丈夫咧考虑吼，早点叫医生，好过日啦，吼。啊，嫁予这学校教员哦，啊，生活是稳定，但是嘛毋是真好过啊，吼。啊，嫁予医生啊，当然好过吼，所以有考虑讲咧叫医生吼，但也未甲答应。啊！我这个媒人去讲时阵啊，伊开始无赞成啊。啊，阮丈人当然无赞成哦。早间叫有医生较好啊，叫有教员就好安尼吼。啊，我来甲我诶早人讲，安尼咱就等候啊，伊到啊等候啊吼。伊车无赞成啊，咱嘛未得勉强啊呢。诶，无过日我总梦见一个梦哦，讲一个穿白衫甲讲。恁早间别好啦，安尼讲咧，哦，哎，就甲阮丈人讲这个代志咧，啊，因原来拢伫丈人听道理吼，听二十年无说咧吼，道理嘛有加减啊听一寡吼，
伊咱讲这大概是天灾款吼，真袂散吼。我们早间下好安尼吼，啊两个人参与了在答应这个婚事吼。我在你讲神变转团队嘛，今日团队娘啊，神的嘛就看未来啊吼。这个人做团队娘，后摆对着有帮助安尼吼。啊，所以神就先转这个婚姻吼，后来我再结婚哈。啊，后来他新郎办当时这个新郎办一年的课，真紧过去，所以拢密集训练吼，星期日冇课啊，吼，啊，星期日早时都几多会，啊，所以每礼拜下晡每回要转的讲规定会当一个转一摆啦吼，你若另外要转的，你会家己开家己理会，啊，你若一个照规定转一摆吼，你会当个庄园请求安尼。哎，所以就领赞助啊，唔得，要开家的理会无遐济钱啊，用上啊，啊，就一个月当一摆吼。啊，星期日早时就几多会，啊，八点就过上课啊，吼。啊，所以按了这无课，啊，并讲拜五下晡下课了，啊，回来吼。啊，拜五唔伫厝啦吼，啊，拜六就爱回来总会，因为星期日透早就几多会啊，吼。一个月当中一摆，啊！我第一个回来吼，啊！我查某人伫后壁咧清水沟啊，我对外口去嘛，我甲叫一声，啊！仰头起来，开始哭，哭声嘛，我无甲问哦，我若甲问，我哭个忝哦，所以我就尊重无看，唔知影咧，全行出去外面行行踅踅咧吼，啊！爱哭哭吼，啊！无甚物甲问，伊哭个忝吼。啊！行行细只就等下伊讲，较好啊，较冷静啊吼。啊，迄是我第一摆离开家庭上久一个月等的，这个感受吼。啊，所以做团队娘吼，啊，就爱老母兼老爸啊吼，因为团队行无滴咧吼。啊，后来毕业了哦，规定一个月等于三日啊，一个月等于三日，啊，即嘛变做四日啦吼。啊，高大是三日人的哦，啊，所以一个月不能通天哦，一年通天一个月，超大部分时间拢伫外口，哎，啊，迄个有一个感受哦，到位都是厝，到位都是厝啊，处处都如家，处处都不如家啊，因为通了房是厝啦，哦，哎，后一年人多生活哦，啊，但迄唔你个厝个照用个尔，迄教会个公密哦，照用个哦，所以做团队个感受哦。到位都是厝，到位都不是厝，安尼啊。也有一摆差不多两三个月才转去，哦，有些空的无用，袂当逐个月转。啊，转去我迄大查某囝未认，一直甲看讲这什么人啊来咱家的吼。哎，第二查某囝吼比大姐点一岁，哎，伊过会认哩，伊甲大姐讲，哎，爸爸啦，啊咧，啊，佫看一遍，啊，爸爸安尼，啊，有一摆我第三查某囝吼。我等伊，伊讲啊，爸爸，你要来阮家住偌久？我这个，这个我厝什么？阮家住偌久？唔是啊，恁厝伫台中咧，这妈妈的厝咧。我伊讲，伊讲妈妈的厝，啊，阮厝伫台中，要来阮家住偌久吼？哎，上久无伫厝内吼，哎，囡仔未晓咧，所以讲迄是妈妈的厝。啊，我厝是伫台中吼，因为我拢伫台中会工作咧哈。啊，感谢主啊，过来就是。我咧办了好未了吼，啊！我这第二查某囝后来，啊！我讲要移完哦，啊！小落水提啊，我来去做团队啊吼。哎呀，有一摆下个半月伊要转来，啊！迄下个是我住后壁吼，因为我后来买啊吼，这个好未贵，等下咧边有一间厝，是陈志书阮兄婿的厝，伊做警察，啊！伊阵啊要调去投人吼，啊！一间厝就卖我吼。啊，我住在会堂边吼，啊，会堂后壁吼，阮厝后壁都是国民学校吼，好个国民学校。啊，囡仔去上一摆转来吼，这弟弟走囝吼，用走转来。我在想，哎呀，医生讲伊未使跑步呢，我比伊甲讲啊，说跑步转来，款不代志款，啊，我不了免甲讲啊呢吼。啊，医生话讲未使生囡吼，生囡心脏负担相当会发生问心脏病安怎吼安尼。以后咧，对侬生三囡啊，阿拢不代志啊，完全对侬异地。叫医生讲啊，先天性的心脏帮忙症绝对袂好，啊，但是心肺咧绝对袂好个代志啊。
神啊，想要做无常做未到，专灵的神啊，哦，啊，所以神要安尼来显伊伊荣耀，伊的作为哈。所以照医生讲的吼，伊绝对袂好，结果伊完全好去吼，跑步无代志，生囡仔生啥话拢无代志，即慢慢六十外岁啊，啊，啊照医生讲哦，一定袂活啦，早晚会死吼，啊，但伊即慢慢过也过治嘞吼，啊，即慢慢做阿妈吼。感谢主神的恩典哦！啊，即马过来，我来见证阮查某人哦，等于因娘家传到因面的这个过程。我的家人伫中路会听道理一阵年，无信的，伊结果上无信哦，无信。爱对我上嘛无啥迷信哦，阮中路咧拜伊无啊吼，伊就是干那信家己啊，伊讲无信啊。后来我家人糖尿病啊，啊，这两天感冒起啊吼，脚会烂，啊烂一粒乌乌，哦，啊鼻受吹，哦，这已经真严重嘛啊，啊，这糖尿病是慢性病哦，要医嘛不遐简单医啊吼，啊，伊家己做医生啊，嘛是我多处理这代志，啊，阮家人讲哦啊，这问题严重，无管糖尿病可以未使，这糖尿病啊严重到目前哦，脚会一条。因为烂袂好啊，袂舒服啊，啊有一日早晚来去跳去吼，啊问题真大呢吼，啊就等下传落去，伊不爱听，免讲啦，无神啦，我听落去听几阵，你都无神啊，你都讲讲遐，哦哎，伊不爱神，不爱听，我转来开始哭，啊看咧哭神我蛮难吼，伊三个人在一道见啦，看咧哭讲。啊、好啦，卖考了，我跟你去啦。哎，啊，真来无多，哎，啊，来无多，感觉讲，哎，无同款的呀，甲伊前所听无同款，哦，啊，就继续来无多安尼。啊，都炒迄段时间，前啊，都就炒无啦几款哦。我养一个怪病哦，为免伊当大房仔来生活，未再看到光，看到光人就艰苦，头就疼啊。啊，讲是一个穿乌衫甲讲的。叫一束一束地木架，你爱哪个袂使走的？安尼，我对伊就起着拢在房仔生活。啊，地木架又看别人无看啊！伊讲骗我啥个讲安尼吼？安尼，哎，奇怪病吼！啊，后来我找人家这好位教会，带一束两个人去甲看，啊，去啊团队里吼，啊，团队里嘛是讲我袂使处理啦，吼，你叫人教会无多，伊讲我袂使处理啦。请我先讲，我未使做呢，我就甲各位调起啊呢吼，就等来吼，啊等来个传讯咯，甲我找人讲，讲咱去祈祷吼，祈祷求神方便安那个解，安那个感动，安那个竞选安尼吼，好多神啊吼安尼，哎呀，无经过不啦久，伊都，我再看到一个梦见一个梦吼，起码就是穿白衫来，啊穿白衫来讲，你出来对我行。伊讲未使咧，前五三叫未使做。伊讲免惊，最后行无代志，啊，就出来，也出来真无代志吼。伊讲我出来印一个当天书，哦，真伟大工的书哦吼。我出来甲你见面安尼，啊，就对行。我来解啊，哦，真啊一个人真无限吼。啊，一个穿白衫讲，哎，就是我解我当天书啊，吼，啊，我伊都一直在看咧。啊！后来咧见证，我专门讲，啊！你看下江苏生了什么款？讲规个面拢发光，看袂清楚啦。身骨嘛拢发光啊！我看到张晓铁人真大汉啦，哦！啊，但是面身骨拢发光，看袂清楚。哦，安尼看到耶稣的份，看到神，看到耶稣哦。啊，尾啊，这个大汉人甲讲哦，啊，你较久有人来带你转来，啊，就这清白走过来甲带，来我带你转。对行，啊来到门口，即个前面怎啊无伊？啊，伊在等下到厝，啊，拢是梦中梦见的吼，啊，就怎好去啊？啊，好伊拄好买咧灵会，哦，啊，阮查某讲，啊，你真嘛好啊吼，来灵会就来听咧道理吼，啊，就来。第一遍来教会参加灵会，啊，有灵会人会等坐到满满嘛。啊！昨日灵会了嘛，附近都拢会来啊吼，啊拢坐到满满啊，好袂贵，等下无偌大间啊吼。内面面你去咪坐到外口啦，
啊，我囡仔都掠伊阿公妈阿妈坐，吼、哦，坐到外口听咧。啊，即马到后尾基督话内面嘛，人真济，你咪带个好基督啊？哎，到底圣灵，这边来到就得圣灵安尼。哦，我都欢喜甲讲，伊要报名要洗礼嘛，啊，就等于要准备啥吼，要来洗礼安尼。啊，阮丈人，伊甲阮丈人讲，哦，我得到圣灵，真欢喜。我提三杯，我下来要洗礼啊。阮丈人讲，后者你学面学，较面行到圣道，洗了两个做小，这是先走去洗安尼呢。哇，一般不洗礼哈。后来真诶两个人做来洗礼吼，啊，以后伊也加做了。啊，那分大概分到几百罐哦，啊，来洗的啊，赚着那钱哦。啊，后来我诶丈人年岁较济啊吼，啊，一直拢叫我姓名哦，啊，伊也差不多一点外罐哦。伊本来倒咧休困吼，诶，心脏本来嘛无老好，啊，我年岁较济吼，啊，倒咧休困，啊，忽然间就要爬起来，啊，阮迄个早人诶钱啊吼。阮大姑啊吼，阮查某囡仔吼，伊也袂来教伊来倒恁知影吼。啊，想讲啊，病人都安静倒来才好啊。啊，伊买病就甲饲落啊，过落去啊。啊，较过搁再买病，搁甲饲一摆，第三摆病袂起。哦，啊，病袂起，哦，阿唔得来讲啥。啊，阮这大姑啊，就甲阮妈，阮爹爹咁讲吼，伊往那底下咧祈祷吼，讲爸爸唔得来讲啥呢？所以甲听帮你讲威严咯，听无咧，陆陆续续咧讲啥，听无咧。后来才知哦，原来是得圣灵，哦，离世是得圣灵安尼。诶，圣灵甲人讲，圣灵是神应许的，啊，神应许早晚得着着的吼。有人还未信咧先得着，啊，有信咧几十年才得着，啊，有要离的才得着，哦，啊，反正是要离世才得着圣灵啊。哇，得着圣灵啊，无啦，不得不点名吼。啊，阮有一个，阮找了一个阿叔吼，啊，阮中人个兄弟啊，阮中上大个啦，啊，迄个阿叔大家己吼，上迄上细，啊，伊本来是咧修理卡达车啊，后来伊这个囝吼，伊要去很大表店有功夫，要修理表啊吼，啊咧开表店安尼，啊，迄我中人伫咧迄日早时差不多四点天还袂光，伊忘记讲哦，外面做落个咧。走出去看，其实人无出来啊。环境讲去看，人实在无出来吼。哇，出去看啊，穿新的人伫半天，啊，新的叫嘛伫半天，啊，穿新的拢中穿白衫拢发新，哇，哦，啊，赞美诗足好听，哦，捌听好听赞美诗，安尼，啊，即穿新娘的即队伍来到伊门口当动点，哦，可能比较看这一款，啊，靠这个起劲，哦，啊，顶日啦听赞美诗，啊，来到门口动点。个起劲，我个唱什么诗？哇，真好听！安尼，哇，天光就甲阮阿金讲哈，阮找人阿金，我嘛叫阿金吼，阿金讲哈，阮遐去啊咧，你若知影，我蛮惊你啊！哇，到天光消息来啊，阮从哪里说吼？圣经里起就是就甲人讲吼，有人幻想有圣城，圣城撒冷对天的降临，预备正直。当然，中央也接，哦，那是新娘了哈。啊，二十章的第九节，在甲约翰讲，我介绍你认识各样的妻子，啊，个是耶稣基督哦，是神的各样哦。啊，介绍你认识各样的妻子，啊，所讲到迄个头啊头前的讲的那个意象，对天有圣神的降下来，哦，预备正直，当然中央也接。啊，就是各样协助，就是教会啊，吼，我们教会甲耶稣就红木关系啦，吼，啊，耶稣甲你娶就是要来娶新娘啊，吼，啊，过来这个贴上耶稣始终要甲人讲，是了尾啊，遐吼，讲耶稣来是历史人，哦，大圣好话变做灵体，啊，我这个人无死，我改变做灵体，啊，在空中甲做撒旦，啊，耶稣传你去天堂，哎，就是赶紧娶新娘啊，哦。现在有位吼，伊就礼拜拢忙出来，忙伊就找这代志安尼，吼。但你唔知现在讲，伊伫倒位啊？我知影吼，我来甲解释做安尼样吼。啊，我丈人离世了一段时间吼，阮丈有时啊，甲你这老人无伴，是安那卖哭哈。啊，把这边忙伊讲去天公，哦，啊，阮丈人伫遐吼，哇，伊死去看卖讲，哦，啊，
吃这么好，我不用考啊。你阿姐做我唔得，我留喺楼里啊，继续做官。阿温俊啊，你什么人请你来？我跟你来啊，哎，跟你来为啥呢？有人请就来哦。你管等，阿爸你嘛来啦，我了做精神哦。我真个家出来的人哦啊，结果真好。哦，伊办地公去哦，有神气来真好啊哦。出来的人讲，你讲真是偌好。上出讲，我变来讲，阿你记得知啦哦。不要说多好，先说就好理无比，我们说东西多好都是有点比较，你告诉什么说，风景真好，以前没这么风景，现在看到真好，有点比较，天空是不能比较的，那是绝对的好，绝对好就给人比较，一面没什么好，未能比较，所以讲，我不要讲，你去就知啦吼。是好离无比所在啊，阿们先阿所讲来都是你去的所在吼，也是好离无比所在。啊，我的娘伫八站指挥室啊，一摆破病，阿来对人做指导，哎，听一遍，哎，声甲讲，比如我甲八站指啊，伊讲了，伊那里讲上，万这边讲啊，无伊那底下，阿个指导啊，还佫一摆较清楚。请对天亮来吼，比如你活到八十二岁，工作清楚啊，哎，八十六岁吼，伊当八十二吼，他就活到八十六岁啊。后来一拜基督了，病好呀。啊，到八十六岁年头，人家耶稣讲，啊，我八十二岁是你讲要活到八十六，啊，我见到八十六，我就该求两项吼，头一项，莫活破病，哇，破病吼，你大地人你挂正忝的吼。啊，买好莫要死唔死，我嘛真忝嘞吼，莫我破病吼，像你困难咧点名嘞吼。我一项阮一孙哦，伊从我咧读啊，上专诶，上专，工专诶，上专，阿上，工专，工专吼，大专诶，工专啦，今年要毕业啦，六月要毕业啦吼。啊，你要我看阮诶孙等诶，甲伊讲诶话，爱怎啊出下嘞吼？这孙哦，性格够大汉，感情真好啊，啊，甲六月。耶稣给你一波灯来，哇！等你家路山无灯来，啊，几灯才几灯来？讲啊，你长都比较那无灯来，哦，啊，同学个老来带一面哦，啊，耶稣哥给我一日啦，啊，伊那比起灯来，伊都去啊，啊，哥给我一日，啊，就讲话啊，啊，讲个话，我要洗澡，等你去洗澡，啊，洗了出来，我头讲我来休困，我去休困。哎呀，伊为去房间整个无出来，啊内底人哎呀，那伊要房间整个无出来，我来甲看卖看是安怎哦，哇，伊衫家己穿便便，伊拢有准备囥伫边咧等咧款啊，哎呀，早讲伊要去啊吼，衫家己穿便那个麻烦啊，家己穿便便啊，肚里啊都甲滴溜溜，啊摊啊盖咧，啊怎点咧哦，啊出来再讲叫阿妈袂应啊，哎呀，甲无，哎无咧穿鬼。哇，怎点哦？哇，也，伊几多人也从个听哦，头一项，还有无破病，出来困难点去哦。啊，过一项还等你孙等，啊，伊孙嘛只等我叫我自己，哎，啊，这个传遍的吼。哎呀，这我讲的，那你耶稣嘛真好参详的吼。我想，我想，那我那安尼想，我后边那个耶稣，我咧困，出来困难咧，安尼点去安尼吼，我无咧告别人，真忝呢。哎，有高甲病人阿必须个人先倒落去，先破病倒落去哦，真正安尼。啊，买好个无阿必须上市，安尼病人嘛多折磨啦，无啥意思啊吼。啊，有个人多插工哦，啊插工个一计划规矩阿嘛爱死啊，哦，安尼蛮搞嘞吼。来种啊搞个即路团队闹病啊，破病就赶紧交代，你莫甲插工哦。医生来讲，我差不多要去，阿是我去啊。啊！你查讲过诶，我迄规日也是艰苦啊，要创啥？啊，个人嘛真忝，啊，本人嘛艰苦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只能无甲查讲。啊，我像啊，老人安尼讲哦，我嘛甲我阿囡仔讲，后摆我若要去哦，我无甲查讲。诶，查讲过，我迄规日哦，几忝诶，啊，个人嘛真忝啊。啊，阮早人听讲，诶，因为伊嘛袂安尼，无爱查讲。哦，啊，我呢，哦，恁家己讲诶哦，恁家己讲诶，唔是我唔该查讲，比如我家己讲诶啊。所以是心内心教啊吼，啊解好了教啊吼，啊咱伫信耶稣就是有最后目的要到耶稣呀吼，早晚来去啊吼，
哦，你外包的嘛去啊，吼，啊有人较少去，早晚拢无要紧吼，会当去诶，上介好吼，啊，啊那好就管了，啊不好就管去啊，无拖拖拖拖拖拖命，要死唔死我无去责任咧啊，咁样做，啊我用用万的指导也都不听吼，啊所以咱信主人确实有真侪恩典体验吼，啊这样我过来做点物件见证吼。民国五十一年，我派去这驻澳大使馆来报，我本来拢是中会的工作吼。啊，民国五十一年，啊，用这么讲，五十一年，五十二年前啊，吼，这么一百零三年啊，啊，派去这个大使馆来报，我三月七就派去去啊，吼，啊，我去大使大概早一两天，来报福建来催我，讲这么来报有一个阿婆啊。你心里说要去看好的改进啊，其实咱们这个阿婆啊是气结路的不敌啊，会结合啊，咱当然讲到会气了，有种路上啊，啊，古早可能这款病较歹治疗啊，所以这款病大概拢真歹治疗啊，拖较久啊，拖到尾拢会死安尼吼，啊，有诶嘛会传染别人嘛有吼，啊，这阿婆啊已经不敌啊，医生甲讲啊。你若有钱哦，爱食啥物来食，啊唔免阁食药啊，啊，等于讲食药就无效啊，啊病哪能哪等哦，啊意思爱等到死安尼吼，啊厝边一个咱个教会姊妹，伊就甲迄个讲，我甲你来信耶稣安尼，啊伊才甲福建联络，啊福建就来找我，啊、来甲伊到找我安尼，我甲伊，我就讲一寡见证互伊听吼，啊听了就要祈祷，我甲这阿婆阿讲啊。伊在超过十出来款吼，你以为无偌济啊？但是因为病真久啊，人真瘦啊，真虚吼，真无完全安尼。啊，见证了要祈祷，我甲讲，你以后等掉，我甲你帮侬祈祷。我唔是先阿说比较食药啊吼，你若一边食药一边祈祷，啊有效，你了都以后功效。啊，你以后甲等掉，祈祷有效，你才有就祈祷功效。啊，安尼你心就较强啊，就较快好，伊听有啦，伊足单，足单纯诶哦。啊好，单调吼，就单调。啊，单纯就较祈祷啊。伊就讲，你应着来教会。伊讲，我啊，当去教会，我四界无路面长啊咧。讲你若讲你未当啦，啊你定叫我倒。啊，你若讲你未啦，啊耶稣就互你啦。啊，你是要定倒就未啦。你安尼我要去吼。啊啊，伊也听来吼。伊唔来，两个姊妹家父来，一个父一边，哦，阿就来教会安尼。啊，几多刷哦，做会刷几多刷。我甲讲，明暗你就过来哦。哦，明暗我也过来，啊，明暗我再来。哦，我跟你来，一手夹过来，一手提回人。啊，我甲讲，你明暗过来，免夹过来。哎，明暗过来，真阿无夹过来。你明暗过来，免提回人。哎，明暗过来，真阿无提回人。家己就进步了吼、哦。第一日两个人家扶来，第二日家己夹过来提回人来，第三日夹过来提回人来，第四喊回人嘛无得，安尼来。第五日透早莫子山去街边洗，啊街边一挂土人来洗衫，伊来做见证。好，我去信阿叔，大家都讲吼，大家都讲吼，啊第今第五日娘嘞，我透早起来哇做精神嘞，啊足够嘛洗衫，啊莫子山来洗。哎，山的所在吼，小姐团结结，哇，伊也无得咧贵个，哎，安尼，无啦，过中间咯，死了两百，来报告本来心也无偌济吼，阿妈无偌济心啦吼，啊，但是有这心啊了，阿小姐团出去吼，哇，胆都无得再贵个，啊，得圣灵啦，背后啊吼，啊后来这个阿婆的人嘛得圣灵，啊，阿无做事。啊，今年五月，我去这个元桥开讲是会，啊，我来讲这个见证吼。诶、啊，我大声去教伊啦，大声教我讲这个见证啊。啊，见证了这个高银行长老吼，伊是上班搞上班的吼。伊甲讲，你咧讲的阿婆吼，活到一百零三岁，啊，送你去个正道的，哇，一百零三岁呢。伊破落养我人，我甲一百岁嘛无偌济咯，病到要死人，我甲一百公三岁，所以伊个气格就完全得一定吼，安尼啊，我甲一百公三。哎，我咧讲这无话，我去温州
当时袂有公正见证，啊，最后才提醒门来找我，讲迄阿婆是伊阿祖啦，哇，第四代啊，这阿婆第一代，因家第二代，因孙第三代，因家孙第四代嘛，叫阿祖哩，家孙啊第四代啊，啊，你甲看这阿婆有传你家孙，啊，伊得了这新条吼，含遐外邦人。在地人都一直来无多，伊来信来信你啊！因子孙家己阿家己是大人，发生一个新家，哪会无来信一定会吼？所以就多哩传你子孙啊！即马到第四代啊！啊，这姊妹我听讲也未结婚吼，啊，伊唔知阿姐也是个有囡仔无啊？唔知我无讲吼，那是假说伊个兄弟人较大呢啊，较智慧吼，结婚有囡仔我就第五代啊！啊，这个做虽然咱阿舅也讲吼。这个保罗甲西拉通了两个关卡，啊，伊感觉感觉祈祷哦，哇，都发生地震啊！啊，这感觉犯人个脸啊拢落去啊，吼，啊门门拢开开啊，哎，拢无人走，啊，进就了就走了去啊，也都自杀，要自杀啦！所以这责任真重，真歹交代吼。这呐，这个一定系伊嘛可能会有责任，可能一定死啊，伊就想要自杀啦吼。啊，保罗看到哦，你无想你家己，反拢无人走。哇，这信仰真大吼！发生地震，这嘛是信仰的吼。啊，地震是门可能开啦，但是含连啊，别人呐，这那可能啊。地震门会开，这有可能哦。但是地震含的话呢，连啊人的，这都无可能啊。这嘛是信仰吼。啊，过来应该走，无人走，这嘛是信仰。神灵的底下哦，服了无人敢走啊，无人敢走啊，你哦啊，所以这是根本没自杀，不能叫你莫太干。哇！这叫人知无？哎，这两个传道人哦，伊所传的耶稣一定是救主啦，地上真神。伊就问：啊，我着安怎才得救？啊，不如讲，你甲你着听信耶稣，你甲你全家拢得救。哦，后来全家拢听到你受洗啊，全家得救哦。所以不如甲讲，你若信耶稣，你甲你全得救，毋是讲你信全家卖是卖得救，毋是安尼哦。用你信，你着即阵带全家来信啊。就是信仰传承啊！啊，我咧讲这阿婆啦，安尼一信，一滴落一滴，一人滴信念，阿阿婆信念不同家孙，哇！做这么个第四代啊！啊，咱今仔个信仰所人哦，咱有嘛第二三代、第三四代啊！吼，啊，有是第一代吼，啊，咱第二代、第三都是咱的祖公，咱顶顶人信仰所，啊，咱继续来信仰所安尼吼，啊，咱是第一代咧有证件哦，你来信，啊，你全家拢要得着。就你有这么多了，你的家族、你的子孙啊，嘞吼，啊，一代代传承哦。像我用我家庭来讲嘛，第四代啊，吼，我算第一代，吼，我家第一代，啊，我孙第三代，我干阿孙第四代，我叫干阿孙，吼，我干阿孙上大年纪嘛，今年要达国度一年，吼，阿哥嘛有八多个干阿孙嘞，哇，这早好心靠人结论，啊，较细汉。啊，早家个大嫂家生的哦，啊，早家生做阿妈啊，是那点哦。啊，即嘛，我来这里来报个家己做一段时间哦，都差不多六三个月起来做无啊，差不多八月，八月十八安尼子啦。八月十八安尼子，我是来报的年会，啊，迄个报做会中，家己个德宏丢了哦。我咧讲到新南关港湾咧，迄个时候都高银行长咯，啊，即个高银行长咯，即二十几年啊，哈，诶，高银行长咯，敲多摆，来无教会，一个上后壁，诶，奇怪啦，安到钱，以前做教务主任啊，家己教务主任啊，然后都走来吃吼安尼，啊，主要在在家讲啊，啊，恁团队恁破病吼，什么病唔知影吼，恁隔壁咧单子书啊，拍在咧改教会啊，啊，我即马主要所讲咧再去。家己车站指挥者等你甲看啊！哦啊，会在高大南路出来往大市客运嘞，等下好袂安尼吼。哦，伊讲你等狂龙西啊！哦，我来等你，等你。我问我囡仔讲妈妈是安怎？哦，唔知安怎，还无看医生啊？脾胃啊，啊脾胃哈，讲脾胃。哇，脾胃就要带去医生检查去，就去讲啊！啊，就讲医生讲这细胞能变哦。弄这个肺结核的这个病症哦，就是有这个有这毛病啊，才出现了，就肺结核病哦。
两边迄部拢有这个这个病症嘛呢，哇，这分量真大哦。啊，我等于差不多这两斤尔，啊，我就无再走去加伊啊。啊，加伊这个脱落房吼，伊在脱落房木做伫个二楼遐，啊，二楼脱落房落来就是一个围墙啊，啊，围墙啊，迄边就林军就断了吼。啊，这林军是做医生后来做分导，啊，伊迄阵拄等伫厝啊。啊！伊看我回来，来找我吼，讲哎，我咧看行李，伊讲啊，你咧创啥？我行李看惯了吼，收到团刀，我离过来啊。哎，是安怎？伊讲阮找人去肺结核咧，肺结核咧哈。啊，你做医生强了解啊，即款病未使劳动啦，爱安静啦吼。啊，我若好安尼拖吼，这病就未好啊，啊，早晚会死啊。哦，啊，我的囡仔变怎吼？所以我爱死掉。我即马等伊都无过来，伊讲卖啦，伊讲卖，啊，嘛无啥理由就讲卖啦，安尼吼，伊都无赞成啦，啊，伊阵啊，我感觉就是讲信耶稣哪久，传了做哪久，哪无大，啊，无大就惊啥，惊神啦，啊，惊神安尼，啊，做初步听道理，道理也捌吼，啊，听哪久，传了做哪久，体验哪济，哪会惊神？未再得罪神咯，哈！得罪人哦，问题较少；得罪神有些问题真大安尼。啊，因为这老团都反对哦，伊讲卖啦，啊，我唔敢勉强啊，所以拜无事哦。啊，为了我找人这个病哦，我有三拜想要死掉，那是第一遍。第二遍就是我继续为今日遇到三日高等无食无念啊，啊，第四日去大同灵会。啊，这个干掉了是总结，啊，个我都在讲林掉了哦，因两个人伫啊协助这年会，啊，我咪去报道啊，啊，我去我就甲干掉了，甲这林掉讲啊，讲阮早人哦，病几啊年哦，已经几啊年啊，啊哪来哪严重哦，啊，看医生，中医嘛看，西医嘛看，啊嘛遇到，啊拢无效，啊，我逐摆报道拢变成新的技术，啊，逐摆我若讲新的技术，啊，就想到阮厝这病。哎、欸，安那就来骗人啊！耶稣遐哩老安那，恁厝的病也袂好，安尼，我咧想安尼，可能耶稣袂话做团队啊。我一摆急着三日，啊，今日第四日，啊，即摆都无好，我就是要死掉啊！啊，干脆来讲，你咧用别神啊！啊，神有神的时阵，人有人的时阵啊！神的时阵到就会好啦，神的时阵未到，紧张也无效啦。啊！你甲神讲条件，会晓你做团，啊，未晓你唔做团多。啊，神甲你调到条件，啊，你要做来讲条件，安尼咁对？哇！安尼你讲得有道理吼。神有神的时阵，啊，咱未在甲神讲条件吼。啊，所以迄摆我唔敢是去第二遍。第三遍就是因为伊病啦，那咁容易头尾拢病超七年外吼。啊，第三遍我咧去。伊在伊都咧破病，伊逐摆退位吼，啊都唔敢振动，休三日唔敢振动，啊提前去哪去买只糖仔饼吼，啊烧三日过都已经未有退位，就过高级振动，病嘛无好啦，只不过退位尔吼，啊伊摆都咧破病，啊我这同学都是台南县同学吼，来做校长啊，我一般有三个做校长的，啊伊中间是一个。啊！伊做滴好话，普遍的所有做好像啊，我来去找吼。诶，我甲讲，我上美国在做教员，啊，请替我介绍啊。啊，校长人去教育科吼，即正管用教育科公共的通啦吼。啊，伊讲啊，你敢是做得真好啊，才四条教员来做团队，啊，你还要搁做教员吼？我唔讲，我唔敢讲，我出一个名啦。我唔做得真好，我唔对啦吼。但你听到无敌的吼。啊，家庭顾未到啦吼，啊，所以我即下要做教员啊，家庭多做诶，看较会到，安尼较放心吼。哇、啊哦，你真久无伫校，即下买一万无遐简单诶吼、啊。你都爱去咧偏僻所在，人我爱去遐啦。哇、啊，你偏僻遐，你愿意去，我咧愿意讲，可能会使啦。我要带，啊带我就等下到我查人讲嘛，我不好消息啦。我还是来通知吼，伊做校长啊，伊答应要甲介绍过这学校。伊讲是安怎？啊，你病未好啊，未使啦！我平时我甲神的关系
啊，伊做乱事甲神关的，啊，两个男主角讲哪会对？伊无赞成，哎、欸，伊的病是我的病，哎、欸，伊若答应我，我一定死掉。伊无答应，所以我感觉我们团走了吼，甲我配合也真好吼。伊若甲喊一声，我头都软都惊袂起啦，伊袂喊的。啊，伊逐摆破病，我会甲讲，点点啊，伊都我会甲讲。啊，我有时啊，特别看伊破病，完了我会甲讲。我跟你讲，你走回来呢？啊，你走呢？到到港办安那着？伊讲我，我跟你去倒啊？哦，安尼。啊，所以伊拢唔甲讲。啊，我有一摆去台南部队会，啊，去台南部队伫总会台中遐回来吼，经过岛南，啊，我开车车袂拍到岛南，啊，就路车坐台去，等下甲看。啊，因相从我无地破病，我甲讲。啊，我有时啊，若要去台。这个岛人伊人哦，从大伊啦、大人雇佣这个大伊人有报道会，我拢会进伫岛人路车等下看嘛。哎，啊，一摆就去大人报道，啊，路车甲看，哇，会破病，啊，伊已经三日啦吼，已经三日，啊，拢提汤啊，提上去来去买汤啊饼吼。啊，我上大汉的吼，较急、较大汉较会晓讲吼，有一摆甲妈妈讲啊，妈妈安尼我来枵死呢。等下变做零食哦，是三顿的东啊，零食会使啦。啊，你零食做正顿的，食三日冻未掉啊。食等下变食三日啊，冻未掉吼。哎，伊那个妈妈讲啊，我呢枵死呢。啊，我昨晚点点无甲讲晒，先讲啊，枵死嘛好做啊。啊，妈妈未得点啊，点点都个配位啊。啊，所以都按点点啊做啊呢吼。我阿姨把我等伊都来破病。我来甲我囡仔讲吼，讲即嘛爸爸要去报道啦，啊，古早传到少，临时要叫人提嘛歹找，啊，所以我就甲囡仔讲来甲妈妈帮人祈祷，啊，我要去带人报道哦吼，我就祈祷，啊，祈祷兄弟官就搁行，啊，我伫走廊面头前唔敢哭，我伫路咧行，每次哪哪行哪哭，查甫人还哭。感謝主安尼，啊，经过几年吼，啊，有一摆上严重啊，伊普通时拢差不多七日，系嘛三日啦，到三日无食无啉，啊，都无叮当，啊，都当起来，啊，伊摆一礼拜七日，哦，伊哩配位，啊，用迄个银票零零元啊吼，倒一罐水啊，配个呀，啊，我着甲倒个面搭，我面安滴滴，安尼七日。甲第七日我就拍电话叫阮中公你赶来，你正上万嘞，你看袂着啊？这摆无同款啊，已经一礼拜吼，血拢未止哦。哎，我听老人讲，病人那地个正散哦，这大姑母家己再甲电话嘞，地中个肉奶话，啊小弟无吧，无制作安尼吼，安尼变乱，散到够干不够散啊？哎，我甲电话话这奶话，哎，啊甲讲小弟无吧，哇啊，安尼散到够了吼。一礼拜配位拢无钱嘛，啊倒个点钱食，啊无就去无钱，你讲就去去安尼吼。话阮点么只点咧水管诶，入去咧哭。我讲你要哭去后壁哭，我想要哭唔敢哭啊。我咧讲病吼，无论偌病偌严重，你袂再哭看。你若哭病人讲，伊想我看袂死啊。所以咱无哭病人看，你若要哭去后壁偷哭，卖哭看安尼吼。啊！我娘讲，你去后壁哭，你莫大哭，你这袂调啊，一直哭啊！啊，我啊，你袂调啊，一直哭啊！啊，我就去面前顶，面前后壁祈祷啊！我嘛哭啊！啊，伊目睭拢起起无安起啦，啊，无安起啦！我去面前面向右边啊，祈祷哭。我咧哭的时阵啊，看到一个查某人哦，穿个甘款衫，对身骨行出来，啊，边仔个底下面两个人。一个倒伫面前，啊一个行出来，啊穿高衫，啊一直行去，面向头前，脚在面向我，啊拢无头一直去哦。我甲耶稣讲，哎呀，那啥呢？啊你继续甲拽去吼，哇你甲拽到哪个伊那呢？第二个甲带差一位，过来拢差两位，啊详细呢，第六个甲买第二个差五位，哦啊拢是安那，啊第六个嘛是安那，第六个阵啊出事无偌久吼。啊！我早人病也未好阵啊！啊！阮大姑啊，就阮早人大兄弟，日本去日本读的，听做医生哦。
啊，就回来，啊，回来管祖人拢带了咯。伊讲迄个要来带日本，我讲未使，因为我捌听中人讲哦，囡仔未使好人，囡仔都好人哦，伊安那家对待你无款，安那死你嘛唔知影，啊，你若藏得出来，安那死你知影，啊，所以未使好人。阮都拢把人家讲咧，所以阮大哥要来带日本，我讲未使，我囡仔我好人，我要跟人家讲。啊，所以无安那好个，变一本人去啊，还变一本人去啊。啊，即嘛，伊嘛做妈妈啊。哇，我甲伊说讲，哇，你甲娶安尼，我大个伊人免来顾啦，哦。妈妈顾生囝，我做爸爸我做，哎，生囝仔歹教啊，啊，不啊简单话呢，啊大个教安那教，啊，伊若做安尼娶我，一个人歹教，啊是。找人去妈妈无伫，啊一个互爸爸顾，啊我团队人一定爱死的嘛，啊团队人无伫死去做，这囡仔要安怎吼？有一摆领导甲讲哦，啊恁团队拢白了哦，你即马就甲送去这戏剧的疗养院，上山学这戏剧疗养院，只要多三单，哦啊你请人来顾你的家庭，啊你来专心做团队，哦安尼你就唔免为着你查某人烦恼。啊，过来找人慢慢小路当多一两三单，啊，你那冇人讲，我你在讲什么？你讲啥？你阿咧那从家里上啊，我根本可怜，诶，总会你还钱无偌济呢？啊，请人来讲，啊，啊，偌济费用，啊，过来，爸母无得，请人无人感觉有这责任，啊，你敢会放心讲，爸母无得，囡仔有这人阿你讲，你嘛袂放心嘛？我这不可能啦。哇！阿姨办呢，几多了靠来哦？哇！几多刷卡？阿姨目睭变金嘛？本来目睭睇得无精神，阿目睭变金嘛？我眼就唔讲，阿感谢做，咱几多也刷给恁听哦。所以即目睭变金就讲有靠运气安尼哈。哎呀，各个规日阿都各个配合，我阿都起来，我阮头强就顶起安尼。后来我甲我查人讲哦，西医嘛看，中医嘛看，大医嘛几多阿都是无效。即嘛最后一个方法吼，我开始为你经常祈祷吼。啊，那一日三顿吼，三日活多，四日我就活多吼。啊，那一日一顿卖食吼，即几样你拢活紧吼，所以要有这耐心吼。我对今开始吼，对明仔就开始吼。一日一顿再是有你经常祈祷。伊讲伊妈要禁食，我讲未使啦，你要结交唔着关系。哦，啊你平仔早起啊，你个禁食哪好？啊！我破病，你禁食，我家己要叫咱咁着哦。伊妈要禁食，好啊好啊。先个甲咱讲哦，你若两个人，当你下一方也算祈祷啊，先来甲咱听哦。啊，你两个祈祷，当我上界你上阿阿婆，阿婆是一体啊哦。阿阿婆一体，当当心还祈祷，一定效果真好啊哈。啊，所以我两个就开始再试哦，禁食祈祷安尼。第一年会把培会的经验，第二年出一百名，第三年无啊。啊，全好个，哎，啊，经过几年后，已经无个错呀，全好去啊吼。我嘛感到继续经常祈祷，我今万年来我做病吼，所以我从迄摆开始经常祈祷七年外，七年外，啊，伊继续祈祷三十万年嘞。啊，病已经好啊，伊都经常祈祷啊嘞。我你病都好啊，你再个经常伊讲，因为祈祷十八行嘞，祈祷了体验吼，经常祈祷只效果真好啊，即嘛病好啊，祈祷八行啊。所以今日伊都三十外单债时吼，啊我七年外嘞，啊经过几年后吼，有一摆我都等伊，啊咱后尾个有一个医生哦，做黄国金吼，做医生啊，诶，伊甲讲讲恁团里头，气节就好啊，钙化，我你来知影，伊讲伊顶个感冒啦，伊甲听吼，啊甲听无杂音啦，吼，那是气节的病无好，有杂音嘛，啊好诶钙化无杂音嘛，吼。所以已经好起啊，改话，我讲出来做一次工，啊，做一次工，医生啊，甲真有名改话，到时候袂阁错呀嘞吼，已经嘛八十四岁啊，吼，一万两岁，哎，爱是神经病哦，迄阵啊，那是是三十外岁呢，迄阵，也未四十岁哦，三十外岁，大概伊呐吼，啊，三十也未四十转起，我真啊欠，我大概伊呐真啊歹过，啊，我一定啊四十奋斗。啊，主要说家老嘞，没有话工地就做很多哈，啊，所以安尼今日几多发展讲哈，啊，这种一点哦，啊，这是新的一点啊，啊，感谢主，安尼
做团队都要团队讲，弄了六十年，对新的办生意哦，新的三年他新的发展，他讲三年啊，啊，他这样毕业哦，所以实际上参加这团队工作五十九年哈，我从新的办迄年生嘛生现新啊，所以现新六十年在讲啊哈，啊，这这六十年中间哦，肯定的真济啊，啊，今日做话即嘛，都话建这样中间的是会出来建，啊，即嘛现在是国光几项都好哈。啊，即马过来就是这个阿婆阿弟弟，隔一段时间哦，一个要做自来水厂的厂长兼工友，迄个是日本人留来用木做的哦，啊木做日本人起个就是这个办公厅甲办公室咧哦，办公落来就是办公厅哦，啊这个装铺是用草席啊，榻榻米用草席啊，啊两边房间隔开用纸门，迄日本人起个哦。啊，内面有两条办公桌啊，啊，几条椅啊，可能一般人伫咧，较侪人咧伫遐咧办公。啊，即嘛就剩一个厂长兼工友吼啊。啊，伊本来是做业余的这个红头啊吼，这個、头包红布啊，啊吼，本来应该过嘛吼，伊管吼。啊，伊变官鬼哦，后来家己破病，犯鬼哦，哦，啊鬼个甲休啊，病袂好。医生医了无哦，啊本来咧种，迄个做，我甲讲，头啊无嘛，甲赶袂臭毛病个，啊伊讲毛病哦，暗时来开会，哦，够听咧，牙医啊的声，哦，后咧听开个办公桌的拖的声，哦，哦，讲几下咧开会，看伊要看下到听声，啊听来甲听来甲试，哦，啊伊讲伊袂信他说，啊我听到。遐个内部负责人甲我讲，啊，我着讲好，我来甲你困啊，看几时来上班啊。啊，有一个老兄叫做纪老伯啊，吼，伊听讲我要去，我甲你去，我好好认真做半好，认真做嘛几多啊？阿姨也要困哦，啊，我着先几多啊？阿姨两间房间，伊甲因早间后生住另外一间，无太太，太太是离世是离婚，我无敢问吼，我是男丈，迄阵啊伊无太太，就。头先走镜吼，直接俾阿我二一边镜，阿要困以前先祈祷，阿祈祷了，我阿未困都倒了呢。我伊在隔壁，我听啥音乐叫啊？我甲迄纪录片阿无俾你甲试一款音乐叫啊？我奶奶过来甲关柜吼，阿我到这边我无柜啊，都阿祈祷吼，你甲关柜吼，阿祈祷一时啊，阿我就袂晓困啊。阿有听伊咧开这变数门的声吼，这是本人诶厝气氛哦，就是变数加房间。少年哦，房间出来一个用一个茶房去铺的这做人啦吼，哦，阿个坦白说咧，啊有听咧开白做门的声，啊，佫有咧关，啊，佫有咧房间声咧，我甲这阿伊个别讲，阿某去走啊，伊只人去变数啊，哦，阿某去走啦，马上来困啦，哦，安尼来困，啊，哎，阵啊要困种个五折个四八电话哦，闹咧，啊，我记倒来都倒了也袂困。哦，我就听这相对隔壁走啊，我的声真真低沉，哇，真真低沉，相对隔壁过来，我咧讲，哎，冇回来，我喺迄速度在跟鬼标间咧，我哎冇回来，哎已经到啊，哦，啊可能一个面咯，哦，真大个面，冇怪成个间块面，哦，迄面超两三，直径超两三就足大个面咯，啊，两粒目睭青哦，像一把这个电灯泡蓝色的，啊，所以迄、那个。灯嘛蓝色，阿面嘛拢蓝色个，哦，那青亮亮安尼哦，哦，干来迄个这边阿无成功，阿个地条哦，就作动个呢，阿要画下就画得出来，啊，这纪录片阿要困，伊无看我有看，伊听我应用有一张阿无个价钱，伊就叫红个说光贵，杀蛋体安尼，哇，贵就走，阿贵走，我就甲纪录片讲，阿贵走咱过来困安。我后来才想，啊，我若无信任所搬就搬走，无加多遐。啊，恁信任所有行动在，啊，魔鬼走来过来困难。哦，我看魔鬼有两摆，迄是一边哦，啊，过另外一边哦，过另外一边，迄阵啊，神职教会魔鬼咧调查哦，神职教会多咧闹，啊，总啊派我去处理哦，啊，去多少三年来啊，啊，过年魔鬼开始做工，啊，我等来了哦。就开始在干了伊所学的哦，因为这个信仰教会领导在干了伊，啊，伊切我看伊的切写，伊做那写作十本，啊，我拢看过，啊，伊唔对我用圣经
来指引着哦，虽然不一个就个出，后尾啊看一年看了啊出一本册哦，讲伊所学的啊，拄迄段时间哦，暗时拢两三点在困哦，后一暗哦差不多两点外了三点下昼，哦拄倒哩也未困啊，我那用个五折个电灯泡啊哦，啊拄倒哩呢，我拄一个人哦。甲看是吹酒，日本式的吹酒哦，简单日本吹酒啊，较早的日本简单哦，日本吹酒安尼哦，一撮安尼滴啊，啊，这西装是烟尾风啊，后壁飞机的烟尾风，啊，领带是乌蝶带哦，乌蝶带叫只鸭白一只哦，哎，乌蝶带，啊，差不多六七十岁，老高高，啊，三皮八哦，啊，不要最近乌，啊，起掉的哦，我被红的什么感觉画不出来哦，啊，袂啊，画出来爱就走呀。啊！一个兄弟的高雄来，伊也唔来，甲我住遐困吼。啊！我喊下你啊，喊一声伊就精神，有啥物代志？我魔鬼来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哇！人伊遐大胆，遐无胆吼，我走啊啦，来落来困啦。伊人真惯吼，啊真粗啊，哎呀，胆真细啊。啊！我无见啊，魔鬼走啊，来困啊，哎呦！所以我看魔鬼两摆吼，所以咱这真够行动，阿魔鬼工作。啊，感谢主，就是讲，咱看到佮袂惊，嘿，咱无啥咯，你着惊，半面着走啊，吼，啊，咱信仰所有耶稣，啊，我即摆咧讲这个做来讲强调吼，从开始无道，啊，就一道啊，啊来到无道啊，哦，无啊，不得圣灵，啊，佫受洗，啊，袂好，哇，还转业界两个囝，三个人来洗哩，啊，不得圣灵，哇，脚来早起来死去做见证，啊，阿妹啊。病个发作，迄阵我已经离开啊，是我妹仔在听讲哦，听讲是魔鬼过来找哦，甲讲做，你着拜个等个庙拜，你若无等个庙拜，我互你死啊！安尼个哈，啊惊你怎啊个等庙拜，啊拜咧病无，过来过来死啊！即我以后在听到消息，啊怎安尼哦？我呢就是伊只惊吓出来哦，总之只我车甲惊吓来欺负我，唔敢治。大伯，我去讲你要啥，我就天台出来烧，啊烧不了。大伯去大伯问，我话你搞啥物，无你白杀老啥物咩？哦，咱心底下心啊，大伯去大伯请不了，真可能有做块来较值钱哦，伊唔敢我看，惊我甲毁掉的，敢毁到地步啊！啊，我想着那个初时阵啊，河北藤匠有一个伫藤匠做修的，看安他的破病，啊来信仰所写的病好，大病好，小病未好啊。啊！一摆即团队啊，团队咧采用技术嘛吼。人问讲，你看药生物件你无清气，啊无啊，即大病好，小病未好，也即叫上吼。所以咱阿伯先生说，他们参一个人扶我转，啊因为破病啊，办官司头无事，啊过了袂记咧，啊即叫上哎，我他们有扶我转，我甲提出来，我要扶我转，啊甲小条小人伊都病好诶，哦做明眼诶吼。啊，搁有一个阿婆啊，吼，洗得真久都无洗的。啊，突然讲啊，你哪拢就不洗了？你一条衫物件都无清掉，啊，叫烧着。哦，因早惊离世啊，啊，离世前哦，啊，可能是有破病啊，已经无效啊，吼。家因早惊他们增加，用纸包来做纪念。啊，当年拢摕些钱来搁收起来。啊，突然讲啊，你拢无洗面，有啥原因叫烧了这代？哎，敢是迄个作怪？他们讲：“哎，安尼烧，提出烧掉，我来提烧，但是都记得得清。嘿嘿”所以咱的心念底下心哦，就你有这误会物件，有这邪物件，无提正伊哦，伊都无效啊！哦，啊，我咧讲这个，就来强调，得圣灵变好的，先给做个，啊，搁再发作，伊就是物件，但往伊到地步啦，就这邪物件提不清的，我看是啊，这观念哦。个另外一个叫做内埔教有一个老师哈，伊姓江，叫做江丁秋哈，这名我会记啊。伊比我低几岁，听讲二十几年啊。因老爸是中医师，开中药房。啊，因阿公咧比金牛节，迄个店两个店面啊，因老爸就平面做中医开中药房哦。因阿公是平咧比金牛节，要一摆带几号问老爸甲因阿公。啊，即阿公现在差不多变成卡头啊，吼！啊，但健康也算袂歹吼。啊，今日一个可能太在利息款吼。啊，我想下啊，即个阿伯我来传来信阿叔。但伊咧伫金牛节吼，你甲讲阿叔会抄家己赶出去，所以我无应该讲阿叔。我大部分去找，
啊，拢甲伊讲五四三，目的是要建立感情吼。啊，你若讲耶稣，一定袂甲伊听啊。我甲伊讲耶稣，甲伊讲啊，有诶袂甲伊，啊，我袂有感情，有感情，印象袂歹吼。我来甲讲圣经故事，啊，我无讲耶稣，我讲有一款故事嘛，讲听，哎，伊个认真，有听有趣味哦。啊，有一日我来甲讲啊。啊！你要做干呐听故事哦，啊！我一日来去写句，啊！你听会几套啊？你来到听一点钟会听几套的哦？伊讲听会当听，我必信啦。哦，你免信啦，你听就好啊。哦，那干呐听免信，我就去听我嘛，我就来，我胆来。啊，经过无偌久，伊甲讲，我当时会使写的，嘿，我无甲讲爱写的呢，伊家己套的，我当时写的，伊可能有问伊孙啦。要安那信啊？所以孙可能甲讲个说咧，哦，伊讲顶手要来报伊啊，我甲拒绝啦，我才会得伊啦，我要信啊所，我不做这马当先，我今做中医师啊，去中学班啊，啊，我孙做老师啊，我接老我免接偏歹命，免接艰苦啊，吼，我不做这马当先我吼，我会得伊啦，我就修改不爱做啊，来信啊所安尼吼，啊，家门讲当个说说咧吼。我哩要说，我就开一部去参详啦，吼，啊，我参详决定了，我就甲你通知啊，吼，啊，不过就阮早人破病，所以阮早人破病哦，啊，离开啊，啊，别人来接，啊，别人就解无事嘛，因过来做诶，几百双都过来啦，吼，啊，可能这个团队对也无特别招好啦，所以来过来全部过来，啊，过经过几年离世，哦，伊个已经，伊咧部队就超变来卡到我啊，啊，我咧讲这个出个取奖证也是我离开啊了。伊无叫过来做工，阿则无发作，啊后来无离世，啊这两个讲是啊真可惜，啊干那是阿婆吼，阿婆啊完全接受耶稣的救恩吼，啊阿婆拢是呢，佮同个第四代吼，这是呢平民的吼，啊所以讲咱做工吼，有时阵啊有好结果，有时咱真本了，才有话讲，才有报名写了，有人家说袂人写的，啊有诶有写的啊，后来佮离开嘛有啊吼。但是咱就尽咱本来应该就去做，啊是呐，当工吼，啊就一个好结果。安尼我应该就是啊，过一段路吼，啊明仔暗啊，搁安尼日吼，我再见证一下吼，明仔暗安尼日啊，搁继续做见证，啊是嘛，大家团结一束。